呢，总共两个颜色，有灰色跟粉红色。然后它穿起来感觉就是像这样，我觉得就是超可爱的。你看它下面就是有一点伞状的那一种版型，它是这样子 A line 的。对，然后它后面的地方有附绑带给大家，如果你们不想要它就是腰身不够明显的话，其实你们可以这样子稍微绑一下，弹性绑就好了。对对对，它其实这边前面就会有差了，你看它前面就会这样子往内凹的感觉，我觉得是会蛮瘦的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呢是有做一个像这样子扣子式的，就是它的这个第一颗扣子啊，它这个是可以直接扣到最上面的。我觉得这件啊，就是穿去一些比较容易灌风的地方，其实还蛮 OK 的，因为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空隙可以给你灌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手袖又是往内收，它其实是那一种毛呢料。然后你们说保暖不保暖？我觉得是蛮保暖的啊，就是觉得很保暖。多了这个毛毛，我觉得保暖度还蛮够的。这个毛毛最后还是可以拆掉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君家的外套，它的那个多样性还蛮高的。我给你们看它的颜色，它是这样子，有一点点混色的灰，非常好看。草莓牛奶的粉色，牛奶，对，它是草莓牛奶的粉色。你们近看一下它的这个粉，这很可爱。你看它是像这样子的，它不是那一种很淡很淡的粉色，它是那样有点粉粉的，可爱可爱的。